美国流行歌手贾斯汀·汀布莱克经传醉驾被捕。他在星期二早上提堂后获准保释外出，案件定在7月26号过堂。萨格港警方公布了贾斯汀的大头照。43岁的贾斯汀星期二凌晨开着一辆灰色宝马外出，经过纽约长岛萨格港镇时，没有在停车路牌前停下，还两次偏离车道，结果呢被警方截停。警方指出，贾斯汀当时双眼布满红血丝，目光呆滞，还满身酒气，步履不稳，还无法集中注意力，各种清醒测试也不达标。贾斯汀随即被警方扣留，一直到早上才获准保释。他将在下个月26号以视讯形式受审。